起立，起立，老师好，坐下。好的，今天开始要来我们的期中考，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你是班长哎，还给我摇头。没有，我是说好了。首先呢，由班长来分配其他同学的职务。是，对，来，我是班长哦，各位好，我是卡子雅。然后呢，我右边的这位是我们的风纪股长。还有，我是风纪股长，我是苹果爱播。好，我们的在右边的那一位呢，是我们的霸长。我是霸长。没有，没有。没有，你说你要当车长嘛，对不对？车长是他，是地狱列车车长。没有，你是康乐股，你是康乐股长，确实看起来蛮康乐。那你是卫生股长啊？为什么？因为你最不卫生。就是大家项目都分好了，老师分好了。没错，那今天呢，你们每位呢头上都戴着一顶由我们的那个新北市秀朗国小的学生专用帽。他们有赞助是不是？没有赞助。为什么？感谢秀朗国小没有赞助，没有赞助，马上反弹。喂，比较好奇的是，我们这个学校为什么会有人穿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其他的看起来还算正常。我们以这个衣服来看好了，一个普通的工作者，然后一般风纪股长。然后一般的班长工作者，善良老百姓，皮条客，今天还逼我一定要穿成这样，然后还要戴红色的眼镜。对，来，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不是我问一个问题嘛？我们今天这所有的人，对不对？哪一个人担任老师最适合？就是我们两个，对，就是你啦。而且你上次跟我讲说，一定要让苹果来担任老师，他考试才会好看。练聪明，好，我很聪明，你竟然就这样讲了。我以前是数学小老师，我小时候是国文小老师。是，我们等一下呢，等一下会考试啊，老师有分给我们试题啊。刚刚有人说他是国文小老师，所以他等一下再考一次，会在他的频道上线。好哎，好的，今天为各位准备的考题，找到了板桥区五年级社会考卷。五年级，没错，所以今天大家呢，请用心的写我们的考卷。好，然后呢，今天的规则是每个人写完作答40分钟的考卷之后，是分数最低的那一个人呢，要被其他三位打脚底板，吓我一跳，被其他三位啪啪，哇，好可怕！主要是我不想要让班长赢。老师，我怕班长会打死我，怕班长会打死我，我怕班长打我。不会啦，对，怎么会呢？所以呢，你们过程中呢，就尽量发挥你们毕生所学，好不好？因为毕竟是社会嘛。社会，我今天问一个问题，老师，五年级的社会，它是不是包括地理、历史跟社会？就是公民，地理、历史、公民。是吗？他的题目我看我自己也觉得，老师你是老师哎，不是，这个题目真的没有很简单哎，我还特别找了一个感觉应该你们可以胜任的。哇塞，在你心中我们智能是有多少？没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你就不要最后一名，老师是不是瞧不起学生？今天的试题有母语版的吗？好的，大家准备好了吗？好，那你们过程中不能作弊哦。好。风纪鼓掌。哪有人哈？你是风纪耶？你是风纪。风纪鼓掌不能作弊哦。废话，不是，我抓你。谁都不能作弊吧？我是风纪鼓掌。哇，从小就知道滥用职权。对啊。好，请各位遵守我们的考场规则。好。那等一下呢，我会计时40分钟，开始之后请翻阅试卷。好。好，准备好了吗，各位？准备好了。好，计时40分钟，计时开始。老师，我们五年级班，没关系，五年 K 班，五年 K 班好。要记得写名字哦，没有写名字会被扣分哦。来，请大家写名字，开始作答。哇，好久没听到这种话了。苹果可以开始写了。我在写，我写，我在看。第一道题是班级的。对对对，请看清楚考题哦，题型有不一样哦，然后有两张考试卷。台湾位于非洲的东南方，是不用念出来。考场要保持安静。是老师，是。你没有看我们的班长正比疾书？哎、欸，不能偷看哦。你是不是没被打过？加油加油！我左边的人在做法。
法老师，我左边的在做法。哎，等一下，第二题好难哦。等一下，吃到长什么样子？对，吃到是什么样子啊？这个很简单，好不好？老师霸掌的手机一直响。你们在传答案给我。老师，他这个要驱逐出去了吧？不能被驱逐哦，手机是不能带进考场。请问老师，你请问老师平常是教什么的？那个健康教育，健康教育。今天当到保健师的老师。我平常这个可能就是要问一下各位，会在哪里看到穿着白色衬衫跟红色？Home Hub。对。哎，我写到第四题我都卡关了。我跟你讲，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果断。好。哎呦，班长给出那个没问题秘诀喽。圈圈叉叉圈，圈叉叉叉叉叉叉。那个不是果断，那个只有断，果断才。哎，你现在提速比别人写的还快。哎，是不是？平埔族是原住民吗？可以直接问的吗？请问是可以直接问的吗？老师，这可以直接问的吗？乖乖作答。那月光族是原住民吗？没有，月光族不，大部分是原住民。喂喂喂，不行不行，不能这样。我这边要提讲一下，他这两个发言的都是原住民。我不敢讲。好了，认真作答，认真作答。哎、欸，真的很难。很难哦。啊！有人考试发出奇怪的声音。现在还在考试，刚五分钟，你们就已经快要放弃了。没有，没有放弃。我已经想再提了。我已经磨刀霍霍向同学了。你要打左边的同学吗？对，同学。没有，没有，你住手，住手！我跟你讲，我不一定是最后一名。同学，没有，我是要问你答案的。是是是，是是是。同学，那个老师班长在威胁我。教室内不可以有产生霸凌的状况。没有没有，我们没有霸凌，我跟他在玩的。你这个话似曾相识。我现在觉得老师不好当。我觉得老师不好当，难怪老师都要出现在别的网站。啊，老师讲这个话没问题吗？老师，你兼职可以讲的吗？开玩笑，你兼职是可以讲的吗？开玩笑，如果提早交卷的人，就可以把考卷盖着了。我以为是有什么福利，就可以去玩了，就可以先去福利社了。福利，他打原住民，怎样怎样？抽他，用力的抽他。可以。啊！老师打原住民。老师，你是汉人吗？老师应该是汉人。怎样？照这个抽法，应该是汉人哦。不然还有什么抽法？你们平常有没有好好念书？没有。就看这个时候啦。没有，显然是没有。好好念书，我还没跟你嘻嘻。什么啊？世界五大洲，陈建州。陈建州是什么？哎、欸，不要超出我的线，这一条线。这是玻璃耶。以前都这样画一条线，不敢超过我的線。为什么以前会要不能超过啊？告老师哦。老师在哪？我要告老师哦。告老师，老师等着收传票。我怎么是老师收传票？告老师啊！太难了吧，真的是有申论题耶。我看这题的答案有太多种了吧，我觉得好好笑。老师，为什么社会题会有微积分、啊？太难了吧！现在考试时间过一半咯，所以还剩还有二十分钟，可以啦。老师，等下写不完怎么办？写不完超时的话，就是要停下来啊。干嘛啦？老师旁边有个习惯，你在喘。老师要气喘。老师有在三个都靠枪，老师帮我打1922。应该没有国小同学在问老师下课可以去抽烟吗？哇，真的没有哎、欸！老师要抽烟，可是考题太难，想要去抽个烟。好舒压，有一点呢，压力好大。小学生压力这么大。老师风气鼓掌，偷挖鼻孔来扎桌子。你现在在说我吗？你刚刚有？我没有。你刚刚挖鼻孔来扎桌子哦、喔？我没有。真的假的？我没有。真的假的？你是认真的吗？你刚刚看到是不是？
不是学校都要互相栽赃吗？老师，我们学校原住民差评，老师我们不用卫生纸。你打到两个人了，你打到两个人了。老师最大可以喝水吗？有人喝饮料，哎，我喝水，不可以，不可以。老师班长，不可以。老师班长霸雷的，没有，他是帮他咳痰，帮他咳痰的，因为他国小就开始抽烟了，帮他咳痰。是不是很久没有这么动脑了？不会，还好，不会，因为现在也没在动脑。哎，在纽西兰是什么州啊？不能讲哦，鸡蛋瘦肉粥。是什么粥？我不知道啊。我先写完了吗？先写完就可以先把考卷覆盖起来。可以。覆盖这张空白考卷，结束这回。结束这个人生。覆盖完考卷，你就不用考试喽。现在放弃，暑假就开始喽。太爽了吧！画一个这个，是大家已经都在画画了，是不是？没有，还有一个同学在作答，还有个同学在，还有个同学在作弊。啊，你写名字是写本名吗？我写黄卡子雅。我写油花公子。哇，大家都真的没写本名，我写三重霸掌。请问宰熊写什么？我非常无聊的写了宰熊。我原本想写车长。康乐鼓掌好了没？快好了。康乐鼓掌，你要快一点，不然我们等一下去买酒要怎么办？老师想喝酒。老师非常喝酒。哇，你们又抽又喝酒，太搞笑了。主任老师，我可以先去倒个 whisky 吗？我已经考完了。主任福利社有卖 whisky 是不是？你哪间学校？对啊，你们是哪个国小啊？十位个国小。好，好了，写完了吗？康乐鼓掌。来做最后检查。报告，我们以上四位已经全部考试完毕了。好，你们等于说提前两分半完成考题。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批改考卷。好的。好。哇，随机交换是不是？把油花公主驾到。三重霸掌驾到。请打开你们的试卷。好，我念答案哈。可以。好，拿出你们的笔。来，第一大题是非题，前五题圈叉圈圈叉，好扯哦，怎么可能？干太强了吧！哎呦，看来大家表现不错嘛。好，第六题开始。好，等于说第一大题是非题，每题两分。班长不愧是班长哎，我的天哪！好霸长不得了哎。好，第二大题选择题，一到五，四一二三一，屁呀！老师，这题目是有点歧视原住民，原住民小时候好像不是学这个。好，再来第六题到第十题，四三二三二，四三二三二，我要不平衡哦。哎呦，看来目前的表现。汉人的表现，老师受不了了，受不了，他是忍不住了，受不了了。好，来第三题配合题哈，这个就是把世界地图摊开，然后怎么会有各国五大洲，请写下五大洲。加拉多，老师第一题写尼加拉瓜，你怎么会有尼加拉？三个是皮蛋瘦肉粥，他在乱写，他在欧洲的位置写尼加拉瓜，啊，我就不知道是哪里啊。然后他第二个写中国，第二个不是中国吗？他是中国。世界各国五大洲，第一个欧洲，第二个亚洲，第三个非洲，第四个大洋洲，第五个美洲。来第五题哈，请写出两个生活中节约用水的方法。有人写奇怪的答案吗？老师，他说我先不用水，喝废水，这样可以节约用水吧？不用水，怎么不用水？老师，另外一个原住民写不洗澡，不洗碗，这个怎么办？这样有节约吧？这样有吧？没有节，这个不行啊，不行。他写拿洗澡的水来喝，这也不行吧？洗澡水喝，等一下，为什么不能喝？是特殊行业吗？为什么
淡水有什么两样？然后就怎么办？送分吧。送分吧，老师，这题两分而已，给你们啦，两分而已，送分了，送分了。这样都能节水啦。好，第六题，水库除了可以供水之外，还有什么功能呢？请举出两个例子。答案有防洪、发电、观光，三个都可以写。我问个问题，他说养鱼，可以吧？可以。水库里面有鱼吧？可以吧？它可以养鱼啊！老师他写说累积泥沙淹掉村庄，这个才不是险险的，这才凶险呢！这才不行吧？淹掉村庄你觉得可以？淹掉村庄不行、啊，泯灭人性，这种人分数还可以给他吗？但是储水可以吧？储水当然不行啊。那养鱼可以吧？不行。继续进行了，右边的第七大题。台湾的河川大多起源于中央山脉，由于山势陡峭，使得河川特色为流速急或湍急都可以，坡度大但长度短。通常在夏季时，台湾降雨量较多，河川就进入丰水期。哇，他没有写期怎么办？他只写丰水。可以吧？给他了，不然太可怜了。Yeah. Yeah. 你怎么那么可怜？看人，不可怜原住民哎。好。请大家计算一下统计分数，并在页首打上他的得分。看能算吧，有没有算错？六二十，哇，八十分哎！哇，完了，我脚底板又不保了。哇，就凭我写出皮蛋瘦肉粥，我应该是完蛋了。哇，展雄，看最后一名是我要跟你 PK 了。来，请每个人拿到自己的考卷哈。好，请各位把你的分数唱明出来。五十五分，八十分，七十七分。呀、yeah! ，你的呢？19.5。哇，恭喜我们的油花公主得到今天的最高分啊！恭喜恭喜恭喜！几家欢乐几家愁哦，三家欢乐一家愁啊！那我们请问老师，我们今天谁要被惩罚？今天被惩罚的人是宰熊。呀、yeah! yeah! ，什么？为什么？惩罚呢？就是由我们的三位同学挥出你们的爱的小手，关心同学，让他的脚底板能够受到爱。班长，你冷静一点，班长。今天的惩罚开始，我们的宰熊同学49.5分进行惩罚。哎呦，我吓我一跳，你吓死我啦！忘记鼓掌，不要吓人啦！姚三子，哪一班考49分啊？还说我挖鼻孔啊？来一个小的，我明天可以领残障手册。哎呦，小力的，七十二。哇，你很下面一位。我真的蛮痛的，真的蛮痛的。我觉得你打的不会是脚底板，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赢我。你伸直，伸直，不要乱动，我就不会打到。不要乱动啊！我要被打进水瓶都没那么紧张。这桌子可以移一下吗？怎么样啊？啊啊好 ！OK。啊！哈哈奉劝各位小朋友，好好念书，好好念书。这是我们的新单元 K 区内斗，我们 K 区工作室每个月会推出一支影片，是我们 K 区工作室的一个内部对决啊。今天是我们第一次，那相信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这个拍摄出来呢，每次的内容一定都会非常的惨烈，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次的比赛，我们的 K 区内斗的这个内容。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看到这边，然后希望大家很喜欢这支影片。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不要忘记按旁边的小铃铛。如果你有什么希望我们去对决的项目，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老师的这个造型非常的满意的话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好，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哎呀，我的。班长，你刚刚说你画了心目中老师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可以不要看吗？看啊，看一下啦，一定很正。太正了。好笨的，我被老师骗了。不是，相似度应该很高吧？哪有，差很多耶。你把袖子卷起来，看一下。太粗壮了。起，起，午休。
午休不行，重新重新重新休。干嘛啦？午休，老师，午休全部都这样了吗？敬礼。恶心。好，来。等一下，等一下，我懂了，恶心。